今天来浅拆几个箱，先拆一个小收纳盒，一个三层的收纳盒才5万，可以拆开3个分别收纳，收纳小圆盘刚刚好。好了，下一个，最近一直在开挖平价贴纸，这不又可以做一期合集了。栗子君果酱系列，还附送一支笔刀和小黄铲，一包24张不重复，纸质也是挺不错的，好多个色系，可可爱爱的栗子君有谁不爱。宝藏女孩栗子君系列一共有8个色系，颜色爱好者必须为，每包有4张，这下能做好多篇手账了。栗子君少女系列一共有4款，图案都好可爱，可以闭眼入目。栗子君元气日常贴纸一共有4款，每包25张，拍彩制，图案都好清晰，而且自带切模，太方便了。栗子君的素材本1本50张不重复，妥妥的性价比达人了，而且图案还挺清晰的，但素材本就是需要自己采购。栗子君特有胶带，连圆雕都带有镭射，一共有6个系列，下次再给大家看看图鉴。最后一个，被其他博主安利的文字胶带，之后再一起拉图鉴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